谢谢于老师，这给于老师送花的啊。来吧来吧，于老师的男的。啊，哎呦，这是我的。开小卖部了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这无以为报啊，尤其这几位，你说你们这样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什么人性？不是你有你花钱，人没花钱是不是？人都知道粗糙是吧？谢谢吧。现场来了好几千人，是，都是我的亲人。我瞧着你们也高兴，台上台下没有外人。刚才这仨人，烧饼跟曹慧阳是我俩徒弟，对，侯震呢是我师弟，是。再往前，孔云龙、栾云平、郭麒麟，两个是我的徒弟，郭麒麟是我的儿子，哎，没外人，对。今天能跟儿子站在一个舞台上呢，你别说我行，啊，心里我特别，你就别往下说了啊，你把我也给饶进去了，哎，别争着，他是亲的，我是干的。什么关系？没外人，都是朋友。我好多观众一看就认识，就常年在我们这儿哈。老观众，就这两边我看有好几十人，常年在这儿，剧场工作人员啊。那可不是常年在啊。完了，我看俩花篮，爱奇艺网站送的啊。对，爱奇艺。哎呀，还有鼓掌的，准是你们啊。好，在这儿呢啊，在这儿。谢谢啊。我在爱奇艺有一节目，以德服人。对，四个字多好，以德服人。为什么叫以德服人？因为打不过人，那就只能靠说了。其实那爱奇艺网站从老板那儿带着啊，顶头上司龚宇先生啊，带着所有中层干部都来了啊，谢谢。头开眼就来了，看坐那儿吃饼，也没有菜哈，就鼻涕。啊，一说一乐的事啊，一说一乐，偷着吃没事，不下饭。哎，没有外人，都是朋友，是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咱们一块玩一玩，比什么都高兴。对，哎，网站节目我挺爱做，哦，尺度大，可以瞎说。电视节目就稍微就收敛一些。那是我在江苏卫视有一档节目，非常了得，跟孟非几个人，挺好。哦，当然了，有人说有不爱看你这个节目，哦，这也很正常。但是啊，这个玩意儿天下之大。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形式能被所有人都接受，对，不可能。你花200块钱拍电影，你卖几千万很正常。花3亿拍一电影，我就不看你打死我，是吧？很正常。电视栏目也是如此，都是。哎呀，喜欢的我就爱看郭德纲的节目，说什么我都爱听。这您捧了，说您不爱看也正常。就是。那有的人就极端，啊，我不爱看，别人不去看，别人也不去。一回家，他爸爸跟这儿看，非常了得呢。都急了，你敢看郭德纲？啪！人打他爸爸，他妈过来劝：“别打了，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。”还不如看你楼子大。什么话题？啊，人都是如此，有您喜欢的，有您讨厌的。反正拿我来说，我是尽量的与人为善，跟谁都是朋友。是，当然你要说郭德纲，你是。人人都喜欢吗？嗯，也不能这么说，都不是这样。谁没俩腻歪的人呢？嗯，我实话实说有，我也承认。就说我们圈里边吧，哦，行业内部，嗯，文艺界，我你说张三李四，我讨厌的有，嘿，说说吧，说说吧，这么长时间没吐过这真言啊，大年纪别找事儿。对，你瞧瞧，说说大家没关系。你比如说唱京剧的，哎，就先说这个。讨厌谁？我讨厌周信芳先生，胆子不小啊！怎么讨厌？麒麟童先生，周信芳，我最讨厌他。为什么？唱念做打，样样俱佳，
看完他的戏，别人的戏看不了了。我讨厌他，我同着他都敢说。好，唱评戏的我有讨厌。再说了，小俊廷老师那是大角儿，似说似唱的都绝了。嗯，你听完他的评戏，别人你听不了了。又听不了了。唱快板的有吗？王凤山先生，大角儿，我都恨死他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敲击呀！啊，听完他的板子，别人听不了了。倒是实话，说相声的我有讨厌的，最关键的是这个，讨厌于谦。说说为什么？没有原因。到我这儿就愣讨厌是吗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没有获奖感言了。其实我们这后台我们自己人谈不到讨厌谁，是过日子一样。台上你刚才看烧饼啊、小四啊、什么孔云龙啊，这帮孩子们，嗯，爱还爱不过来了，可不是。不过孩子逐渐长大了呢，有的时候该管得管，该疼得疼。嗯，尤其这个岁数都有的是结了婚的，还有一批要搞对象的呢。是啊，这么大的孩子逆反心理都大。哦，德云社你们也知道，都是土小子。嗯，北京著名的屌丝集散地，都扎在这儿了啊！你这演出结束了，那有媳妇的都回家过日子了啊，还剩百十来个光棍小子，嗯，坐在后台擦眼泪儿，有时候实在哭得别扭了，出门出德云社到永定门那儿站桥那儿喊去，喊什么？愿天下有情人意外怀孕呐！什么玩意儿？太缺德了，这帮人。孩子没辙，这您得管管。这我管不了，这个啊，这就自个儿的能耐，外头自己勾搭去了啊。好家伙，这管不了。这玩意儿现在不良性化，跟旧社会也不一样。哦，你旧社会他一夫多妻制是吧？有这，当然了，谁要能熬成皇上，那就更了不起了。皇上不更行了？三宫六院都是六个媳妇儿陪着皇上过日子。先等一会儿，您这数学不老好呢。怎么呢？三宫六院。啊，这就九个了，有三个是公的，只有六个愿意，三宫六院，哦，这么个三宫六院，哎，六个媳妇儿，对了，皇上都不如财主，财主有三妻四妾，对呀，二十五个娘们儿，怎么算的？这是三妻二十一，加上那四个妾，这么算二十五个，二十五个。奇怪了，哎，普通人现在婚姻法有规定，是啊，一夫一妻，这对，三个人好好过日子，仨人啊，一个夫人，一个妻子，没听说过，那应该是这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，一个妻子我还能接受，你再给我来个丈夫，我敲磨不了，废话，再说你了，是不是？孩子们慢慢长大，自己搞对象。挺好啊，不像您似的生活这么幸福美满，不就得了吗？我挺好的，嫂子多好。哎，馋了是吧？什么毛病你这是？不是，那这还太好了啊！方方面面可圈可点，这份儿倒是不错。疼人的，个关心人的，是一见面，嫂子好，规矩，嫂子那个大气，死鬼。哎这叫大气，暖和到我心腹里。你就爱听这个是吧？真的好，疼他疼得不行不行的了。哦，这回出去玩去，在外地马路边摆摊儿，卖帽子。哦，于老师不同颜色的挑了几顶毛线织的帽子，哦，毛线挑了一个韭菜色的，挑了一个芹菜色的，挑了一个青萝卜色的，都一个色吗？这不是仨摞一块儿戴。好家伙，那个暖和呀！我暖和管什么呀？回家告媳妇儿，哎，一个，俩，仨，你看，买仨，嫂子乐，花这个钱就是绿帽子，说一声就行。什么人？哪儿就说呀？其实你不用买，你努嘴儿我就懂。瞧这意思，不努嘴都够呛。他没把我说出来啊，没你什么事。这嫂子品味比他强，这大老爷们戴这么一帽子好看吗？不好。嫂子说：“你瞧我这身衣服，怎么了？啊，穿一身纯黑的衣服，好啊，你看这玩意儿精神的。”对呀，哎，过去说要想翘一身笑，对，
要想精一身轻，嫂子穿一身黑衣服。对，谦儿，你看我像不像个寡妇？太不会说话了。这个媳妇儿也就是给了你，给别人非打死不可呀！给我，我早把这捐出去了。是不能要，找一贫困山区走啊，送楼啊。但是跟你般配，我也这路人，因为你是说相声的啊，本身你这人好诙谐，开玩笑。你想交这么些女朋友，这就成功了。还交那么些？之前呢，你小时候，小时候还有个娃娃亲呢。这很正常，他父亲那个讲究老理儿，大买卖人啊，这个老哥俩咱俩相好。我家有个儿子，你家有个闺女，爱好做亲，娃娃亲，老思想啊！以后长大了，啊，我儿子于谦跟你闺女结婚，对，我儿子于谦就是你的姑爷，我儿子于谦就入住你儿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叫你的，别老往你这儿指什么玩意儿，这玩意儿讨厌就在这儿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讨厌？正经，知道吗？啊，还正经。但是老头图高兴，那年他才四岁啊，四岁，那个姑娘51。给奶奶给我，是啊，女大三抱金砖，这姑娘比你大一堵枪。哎，家不用买砖，是不是？你想这能成功吗？啊，后来17、18自个儿偷着外边初恋，那正常。搞了那个挺好，也挺可爱啊。那也不是这个，那后来让二舅给领走了，错，就是他三舅妈。我们家是不是太乱了？这个和睦家庭，哎。这过于和睦，这家都是笋子活，怎么拆怎么卸，全是一套。打架去呢，挺好挺好。现在这是最好，门当户对，这不错。其实也是因为，你们家里头跟他们家里头这是一对儿啊，哎，就两家辈儿辈儿都是那么合适，是吗？哎，从你父亲跟你母亲来说，他大户人家就讲究这个门当户对。他父亲这个王元就说了，哎，从你的。你祖父那儿说，你别往这儿派去。你说就说，没关系。有土打不打？那么脆弱。祖父晃悠什么呀？你说这怎么晃悠什么？这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对吧？不是我，你以为我乐意占这便宜？还不愿意。你祖父现在提，可能有人不太清楚了。啊，当初在北京城有一号，哎，这是有一号，做水果生意。想当初，他祖父那会儿讲的是南国北调。对，北京城，你要说吃点苹果梨，这个有。吃个荔枝，那不是省吃个杨桃，吃个这类的水果难了。没错，哎，就说他爷爷那个聪明，打南方往这给我调南边的水果，那个水果到了北京卖便宜得了吗？对对，哎，什么季节下来找一大仓库，拉一装，到时候什么叫王府啊？有钱人家一送一卖，都进仓库，翻着本的这大仓库。哦，哎，什么季节？哎呦，杨梅下来了啊！哦，好，要最好的杨梅，打南方调杨梅来，找一大仓库一装。哎，谁走着都知道，老于的买卖，嘿，杨梅大仓。哦，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？这词儿，你以为呢？啊，我甭以为了，听着像啊，杨梅大仓，哎，把那裤子带出来啊，就在裤子里啊，废话，杨梅大仓啊，老爷更了不起了，他的外祖父也是卖水果的。全搞这姓李啊，这行业一好就果子李，果子李，这两家加一果子李，杨梅大仓，好得了，好不了。你说聊得起吗？啊，上流社会还经常在一起啊，有个聚会，有个 party， 玩玩。哎，你想啊，都是搞水果的这些富商们，坐了一块儿，哎，家里边这些个少爷小姐们呐，这个公公啊，公子啊，是吧？我聚在一块儿。那会儿你父亲还年轻呢，大父亲还年轻呢，是爷子小分头啊，穿西装小皮鞋啊，讲究之极。对，哎，大伙儿一会儿也吃西餐什么的，好玩。那会儿他母亲就了不起，那时候就那是果子里的闺女啊，知道吗？那么难受啊，再让人给吃了。门口贴条，广东人不让进。废话，保护你母亲的安全。坐在这儿，哎，这点就是我妈说的，少出西餐啊！那个年头，北京城吃西餐，那了得吗？那是，那叫吃番菜，番菜外国菜，哎，吃洋菜那叫，
他母亲拿着刀拿着叉，还没跑到果子里那馅儿啊，俩人这儿一上菜，比如说红烩牛舌，好菜呀、啊！你母亲这大户人家这劲儿大，饿了不吃，不吃牛舌，牛的舌头，多么肮脏的东西，从牛嘴里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吃呢？就来个鸡蛋。我妈还是讲究，不吃嘴里的，吃屁股里的。找小姐姐。哎，吃饭，吃完饭了，你爸爸就逮上你妈了。我看上了。哎，你母亲跟这儿就吃鸡蛋呢，还用刀子吃鸡蛋？得切，切完之后吃啊。你爸爸端着碗炒肝。这上流社会，这俩下三滥。上流社会炒肝是西餐的，你以为那里边有干的呢？吃炒肝没有用勺的啊，这位外行了，转着碗边儿。哎，是为何配合果子里？那是那是。吃完了桌子一收，跳舞。哦，还有舞会。哎，以后你过来，请这个果子里这闺女是吧？给您跳个舞吧。不是这次哎，大哥是跳舞啊，聊天其实不为跳舞，就说话就熟悉熟悉。哎呀，你媳妇给你跳舞真漂亮啊，你这腰真细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用脖子跳，脖子个儿太矮，掐着脖子跳。你妈就很配合啊，他也不能不配合啊，就熟了，熟了，一链就熟了。吃完饭。走吧，出去兜个风吧，还兜风去？家里有的是那个汽车不开，哦，坐大马车，赶车都不让啊。你父亲自个儿赶车，自个儿坐车。你母亲坐这儿看那个过去外国电影啊，那个什么公主啊，什么王子出去那个大马车，嘿，最讲究这，嗯，驾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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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爸爸瞪着将军，哦，马车，公主，你母亲坐边儿。我爸老扶着点手，这有点摇。哎，看看北京城风光吗？看就看吧，手搭了就过了。低头低头，有扛鸟枪的。嚯，好家伙，怕打猎的，我妈这。走着走着，人都坐马路边都是人。哎呦呦呦，果子里的闺女啊，全知道。杨梅大仓的儿子。好家伙，臭了街了这俩人。这俩货碰一块了啊？什么叫货呀？啊，人都聚马路边聚着。大户人家，你爸说，你这都停住了。卖开没？怎么卖？大伙看，两边都老百姓。爸爸，我父亲杨梅大仓。什么这？啊，对这个。哦，没准备。哎，哎，我最喜欢的女孩，出来逛，她爸爸脖子里，脖子里，哎，上来上来上来。坐在这儿，马路边老百姓嘛。嗯。老百姓有一个人长得跟你爸爸一模一样。哟。是得给我看几眼。滚，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你母亲是不是在我们府上当过佣人呢？报告少爷，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。驾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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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缺德了您这。没有这层关系知道吗？就是老百姓说的。哎、就说这俩人门当户对，到最后两家琢磨那结婚吧，门当户对，敲锣打鼓给你母亲接过来过日子。说句良心的话，老两口子感情真好，没有说吵架拌嘴，没有这个时候，不打架，哎，抬杠拌嘴，脸红了没有？老两口子过真好，嗯，但是一晃十年过去了，怎么？你父亲也很痛苦，怎么了？没有孩子，不对吧？啊？没有孩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打你们家来的啊？这什么话呀？可不是打我们家来的吗？我就是他孩子。我说的这会儿你还没有呢。哦，我这会儿还没你呢。要、哦、有你，你父亲能着急吗？那倒是。是不是？老头坐在书房里边，嗯，眼泪汪汪，真苦。唉，想我鱼香肉丝。什么名字这是？鱼香肉丝干嘛？谁是你爸爸叫什么？想我于某人？哎，真行！
我当年也是天蓬元帅，只因猪八戒变的，调戏了唐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到现在别说了，把猪八戒变的，你着急啊？我这么大身份呢，有钱呢，没孩子呢，就别说这个，眼泪啪嗒啪嗒的，真哭了。两旁边有丫鬟啊，要。哟，八一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八一老爷，阿凡提没来呢。你爸爸靠扒丫鬟的衣服，什么毛病？所以叫八一老爷，没听说。哟，八一老爷这是怎么了？不用再深的了，就叫老爷就行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走吧，咱们报告夫人去吧。你这是谨慎啊，护着严严实实的。往后边把你母亲请出来，老太太出来了。还这毛病，岁数大了，没有原来利索啊，走前呲溜呲溜的，来慢慢的来了啊。哟，呆子，还是猪八戒呀？呆子，你在这儿待着呢？这不是废话，怎么跟这儿待着？这儿待着呢？啊、怎么了？你父亲擦点泪，鹌鹑呐，鹌鹑呐。戏台上的那都是安人的安人啊，对哦哦，擦点泪啊，安顺的印第安人呐、啊，哎好，改外国人了是怎么的？你到我家十年了，你产下一儿，生下一女，哦、你母亲一听愣了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、嗯，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啊？怎么没天下一儿一女呢？夫人不爱听了。你可别挑眼，在娘家没少养活。什么？小猫小狗啊，是吧？您说清楚了，行不行？是吧？你别这么闹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得积德行善，失而不死，恃才不散，这是老话。俩人越说越呛了、啊，你爸爸急了，哟，怎么了？怎么我说的不对吗？就是啊，我想要个孩子有什么不对？对，你母亲乐了，嗯、那你说是怨哪是怨我呀？我够。至于是悬殊这么大吗？至于这么说话？分出阴阳面高矮分来，这太大分支，这是俩人，可不是俩人吗？俩人一高一矮，呼、嗯，俩人这说的给呛不起来了。哎呦，你爸爸急了，我今天我不过，你这样干嘛呀？我今天跟你拼了啊！这是拼的，我今儿打死你！老太太也急了，谁怕谁呀、啊？哎呦哎呦就压着点火吧，只要打起来，这是打架吗？门一开啊，我舅舅来了。瞧来这时候啊，我舅舅跟你父亲关系最好，是啊，因为前后院的街坊、嗯，一吵架他就过来。哎呦呦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是怎么了？别打，大哥嫂子，别这样。是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让这里家里孩子们看着好看吧。说的对，嫂子你怎么还光着膀子？还光着。穿上吧，来来，穿穿穿穿穿，用你穿吧，没事，别生气，大哥大哥，我说说你啊，不是我，你看看，坐，别说了，来来，顺顺气，顺顺气，顺顺气啊，坐，喝口水啊，走了，走走走，来，顺顺气，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妈的前胸，用你啊，顺顺气，顺顺气，嗯，老太太，你甭管我，啊，我今天跟他拼了，别生气，我舅舅乐了，二位，咱们前后院的街坊。而且我跟大哥这么些年的交情，你们家，你但你自个儿拍拍心口说，嗯啊，咱们两家通家之好就是一家人，真是。我这么说，你们家还有我干不到的事儿吗？哎，列位，这交情不是在的啊？你琢磨，我是得琢磨呀，我不琢磨行吗？什么话这是？家里什么事儿，我舅舅全能插上手。你父亲放心点儿去，而且你父亲特别放心我舅舅。比如说我舅舅一来了，你爸扭头走啊，这有点太放心了吧？这个知道这自个儿兄弟一样哦，这仨人好了就跟两口子一样，这怎么个账头啊？这是问明白也是病，知道吗？简短接说啊，我舅舅出一主意哦，马上到四月份哦，京西北有一个金顶妙峰山，有供着老娘娘，对哪位啊？碧霞元君是他，哎，这个每年有春秋那么两季的香会，是都上那烧香拴娃娃去，求子，一般都是春天去，嗯，四月初一到四月二十八，
因为四月十八是娘娘的生日。说的对。哎，一月十八是我的生日啊，提你干嘛呀？他能记错啊？没有你的事儿。带领上那儿去烧香拴个娃娃。回来之后就有孩子了，那好啊，准备吧，啊，准备一切由打你们家出来，嗯，赶奔妙峰山。哦，到了妙峰山山脚下，先雇一个爬山虎。什么叫爬山虎？一个大藤椅子，绑着两根杆，哦，四个人抬着这东西，这叫爬山虎。嚯，哦，都是有钱人家太太小姐走不了山路的，嗯，坐这个，哦，上山。是，哎，这四位都过来，先见你母亲。哦，哟西，日本人。四台爬山虎是日本人，不是？一看你母亲这穿着打扮，知道是有钱的人。哦，这趟活不白干，有戏，肯定给钱。哎，有戏，这叫有戏。哎，你母亲上去之后，他这四个人，哎，我这搞得不被骂死，还是日本人。谢谢你啊，抬着往山上走。嗯，后边你爸爸就不能做这个了。他呢？哎，表示虔诚。嗯，建庙就得烧香。哦，老得喝。列位啊，啊，我不知哪位去过妙峰山。嗯，哎，妙峰山拴娃娃不是一个庙。哦，妙峰山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庙宇建筑群。哦，僧道儒，包括民间俗神，你说得出来的神仙啊，在妙峰山全有，哦，都在这儿。不是说爬到山顶就一个娘娘庙，不是。哦，哎，所有的这个神仙在这个山上都能找到。哦，所以你父亲发下誓愿，逢庙烧香，见神就磕头，这得多虔诚啊！我舅舅缠着你父亲，嗯，你父亲看看这山。您先等一会儿，他这意思是得爬些日子。干嘛什么身段呢？这看什么？伸伸胳膊，抻抻腿，先活动活动。想从山脚下上去不容易了。哦，这么些个庙，嗯，你爸爸口中不住的吟诵。吟诵，您就别提这吟字了，他就唱什么？这人刺就刺在这儿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吟诵，一个口子边一个今天的今，哦，吟唱的一个吟体。哎呀，你爸爸就是个吟人啊！什么话呢？就别提这个字，马上要烧香了啊！先虔诚一下，嗯，你父亲跟这儿。正西方如来我佛，西亚是佛文殊佛，南海大师观音我佛，舍利佛，八千八佛无量佛，那么阿弥陀佛。你母亲站在跟前鼓掌，好啊！他不是坐东西上去了吗？这四个抬轿一叫好，给你妈周下来了。这好家伙，扔下来了是吧？赶紧上了爬山虎，你母亲上去。哦，你爸爸跟这儿啊，一个头一个头往上磕。哎呀，心里虔诚。是是，老太太先上去啊，跪在了娘娘跟前儿。哦，老娘娘啊，老娘娘，求您可怜可怜我吧，祷告。赐我一死，作死了这儿。什么叫赐一死？求子怎么说？先赐我一子，赐我一肚子子。哎，好，那您上河边甩去得了。赐我一个大胖小子，这就对了吧？啊，谢谢老菩萨，谢谢老娘娘。阿里嘎多哥他妈斯，哎，我妈学这一嘴哟。这儿念完经，旁边和尚敲那磬，女子连声长命百岁。谢谢拿大怀里掏出一红线绳来，要拴娃娃。娘娘庙里有很多泥娃娃，是红绳子套好了，抱在怀里回家去。据传说，娘娘会给你儿子，这就成功了。哎，你妈拿出这绳子来，嗯，我爸打新疆马队过来，这套马的吗？哎，嘿嘿，哎，你看见哟，这儿泥娃娃很漂亮，拴呗，烫着头，叼着烟，拿着啤酒。非拴他不可。嘿，抽烟。喝酒烫头三样俱全，这是我儿子，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您这绳子拴好了，揣在怀里边，哦，打店里往外走。是你爸爸正好上山，没赶上呢，妈高兴，行了，走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你好，没我爸什么事干的，到家去没有多长时间，你母亲就怀了孕了。嚯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了一大胖小子。哎，对，都高兴了，嗯，就是你，可不是我吗？这会儿才有的于老师，对，但是很遗憾，嗯，孩子从闹生
就不说话。哎啊，慢慢慢慢长大了，吃饭知道吃饭，喝水知道喝水，但是从来不称呼人，不叫人。哎，什么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嫂子、兄弟，人不喊。为什么不喊？到十岁了，全家人聚一块儿，你为什么不喊？这得说说。一拍胸脯，我是娘娘送来的。怎么了？我的命最硬，我要喊，恐怕你们就死了。我喊，咱们就死了。你爸爸能信这个吗？就说是啊。来，花匠、厨子、懒匠，过来。叫花匠来。他这一张嘴，花匠怎么样？花匠，真叫死一个，一头血，咣叽躺那儿了。太灵了，厨子来，还喊厨子。俩了，死一个。嗯，管家往外跑啊。往外跑，拿着号儿。管家，管家死催的，哎，啪，哎，还答应了，死了。你爸爸站起来，该我了吧？好，这也是作死的啊！命里无人莫强求，有了儿子不说话，是知道吗？你叫我一声，今天死了我也值了。真让叫，哎，叫一声，叫啊！满屋人都很紧张，啊，最紧张的是我舅舅。啊，这就要犯坏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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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不要，坚坚持你原则，坚持什么乱？上来求你，该叫就叫，该叫，你爸爸叫，到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倒听听怎么回事。张嘴喊一声爸喂，这一声张老啊，怎么样？你爸爸没事儿，少来这一套。你舅舅死了，对吗？我舅舅也没事儿。那谁死了？妙峰山死一和尚。